小齐同学，超一瓶贴砖机的忠实粉丝，来自陕西省临潼区的一名瓦工师傅。2014年从央视《我爱发明看到机器》到现在，我已经连续使用了3代超一瓶产品，对产品的总体感受是：待机时间长，震动解度大，操作简单，使用方便。现在手里的这款智能贴砖机，智能按键，体积小，重量轻，左右手均可操作。我是小齐同学，祝愿天下所有的瓦工师傅。